我想让你亲眼看看今日安排的这出好戏。丝竹玄铁就是沈家父子。师姐中毒了。沈氏父子已经入狱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李哥怎么会牵扯进这件事儿？带上所有的证据，我这就去请彭城王裁决。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锦绣南歌》。